如何正确挑选肥螃蟹的方法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观察螃蟹肚脐尖周围的颜色，如果是橘黄色的，肯定是肥的。第二步，摁住钳子抠开肚脐，如果肚脐的根部跟螃蟹肛门的位置都是橘黄色的，那么这样的就是肥的。为什么以这个位置的颜色来判断螃蟹肥瘦呢？因为这个位置的蟹壳最薄。如果里边有蟹黄的话，它的颜色就会透出来。不信的话，咱们打开来验证一下，把它的后盖掀起来。只有它身体里边有蟹黄，并且蟹黄的颜色是橘黄色，那么从体外这个位置就可以判断出来螃蟹的肥瘦。肥螃蟹这里是橘黄色的，而瘦螃蟹这里就是白色的。这是最准确判断螃蟹肥瘦的方法，你学会了吗？